然后耳朵还在响，是不行，我再打一次。那你先看，看大家。好看，你干嘛啦？哎、欸，这个地方很敏感，很敏感啊。那时候。哎、欸，耳朵会伤到你嘞。不要不要。喜欢。可以看总经理吃小火锅，不是咬小火锅，算是某种程度的吃。真的是超高，你完蛋，你完蛋，不能这样说，不要去看他。是密切的，密切交代，叫一下。